绝绝心扉去找你老地址，就凭着那一封去年寄到家里的信，好犹豫，我实在不确定你会做出什么反应，很震惊，很伤心，是很举棋不定，怎样开始你才不会哭泣，怎样才能打破这个僵局，不敢再让事情太复杂，你有你的家也会有牵挂，只想要亲口告诉你，外面